嘿，大家好，我是巴里特。今天我们来搞一款日式校园恐怖游戏啊。这款游戏在 Steam 上啊比较冷门，但是啊我好死不死啊被这个制作组放出的画面和建模啊就被吸引了一下啊，所以今天必须要玩一下。至于这款游戏的恐怖程度啊，就见仁见智了。嘿、hey, 记得我告诉过你的那个谣言吗？耶、yeah, 很显然这所学校就是谣言所发生的一个地方。不是吧？那个谣言说有一个女孩死在了厕所里，然后被杀的啊第三个隔间当中，就是说她那个女孩死在了这个厕所的第三个隔间当中，然后并且在三楼，所以说我们要上三楼的第三个隔间，对吧？他使用了一个刀具啊，然后割掉他的手腕，然后就大概就是流血而死吧，自杀吗？难道是一个大的刀具 ？Yes， 这个刀具和菜刀啊差不多，厨房的用品那种刀吧。还记得我告诉过你，他因为他红色裙子然后出名的嘛，红衣女孩吗？他当时啊穿着和其他人一样。哦，这个就是用他自己的血染红的，所以导致啊他那个传闻是红色衣服啊。反正这个就是游戏的画面了，就是 WASD， 然后就这样操纵。然后眼前我们就发现了两个小女孩，然后我们过去看一下。我告诉自己的父母，然后今晚将睡在我家。然后呢？你的父母出去了今晚？我感觉啊这样做不是特别好。Well， 但这么做也是为了班级。这个传闻是真的，我们需要摆脱它。哇，这个就是，这是一场阴谋，是被这两个小女孩给霍霍了吗？让我来弄清楚啊，想要诅咒某个人，必须要得到那个人的样子，那个样貌，这样最好管用。他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吧？得到一个手电筒，所以就是下面啊，就是走夜路就不怕了。然后我们走的话，他也是跟着我们的吗？好 ，Let's go。我们先出去啊，然后就这么走嘛。这个路好像是不通的，然后我们就走这里。我们是不是要上三楼啊？因为之前啊，他那个说到他死在了三楼嘛，三楼厕所的隔间是吧？第三个隔间里。那我们就这样就顺着就是拐上了三楼了啊，这是二楼到三楼。反正啊目前给我的气氛是啊就完全吓不到我的。男便所，那大概就是男厕所。女便厕是吧，应该这里就是说传说中啊那个小女孩啊就那个女学生死的地方，然后这是第三隔间嘛，点击一下。需要干什么？他给我们两种选择，一个就是旋转，一个就是等待。然后那我就是旋转呗，旋转就是猛一下回头呗。啊，就这样，是不是要就是我们旋转三次或者四次啊？就是突然就是触发某种剧情之类的，就是先旋转一下。你看啊，这样就吓到了吧，对吧？我是没有吓到啊，然后敲三下，咚咚咚，然后呼唤一下他，花子，然后呢，就没什么反应嘛。然后这个女学生啊，又说我不想待在这里太久，然后她呢，嗯，我认为我们还是赶紧啊离开这里，那我们就走呗。哦，但是我为什么走不了？我为什么走不动？哇！哇哇哇哇哇！这个门开了，这个厕所打开了。What the fuck？ 我为什么动不了？我为什么动不了 ？Holy shit！一阵过后，然后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还在那个女厕所当中吗？这个隔间是隔间啊，隔间还是原来的隔间，这应该还是女厕所。然后继续出去，按住 Shift 是跑，
请小心啊，一些敌人啊，一些怪物能发现我。也就是说，我可以按住 shift 跑动，但是这样会增加一个动静，是吧？就是这意思呗。对，没有钥匙，那我就继续搞起来。男厕所。话说那两个家伙他跑到哪里去了？这样就把我一个人就抛弃了？这还说好搞什么那家伙？哇，这个两个家伙怎么躲在这里了？感谢上帝，你还好。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就回过神来，我已经在二楼了。我听到一些从楼梯下发来的一些噪音吧，但是这个卷帘门啊，就这个拉下来这个门关上了。这里我找到了一个钥匙，我听到泳池那里啊有些声响，请小心。就是我下一步要拿起他这个钥匙，然后前往这个泳池了。大概，哇，钥匙就是这样明显的就摆在地上。好，我捡起这个钥匙，然后泳池。泳池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泳池应该，它也像这种理科室啊、什么教室一样啊，它会有个名字的。这个游戏啊，就是看似恐怖，但是其实内核的应该挺简单的。怎么说？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门啊？这个泳池在这里啊？打开。哦，确实是。哇哦！什么掉下来了？Open， 我要进去看一下这个泳池，说不定有什么东西。哇，这里直接就遇上了，这么明目张胆的呀。 Well well well， 看看谁来这里了。一个拜访者，请小心，我感觉到了某种徘徊在附近的一个东西。哦，你有发电器吗？啊，就是这个手电筒吗？啊，挺为你高兴的。他们惧怕这个灯光，惧怕这个自然世界的一个灯光，是吧？然而，对付每一个徘徊者啊，需要不同强度的一个灯光，是吧？你或许要集中你的光，如果你想保护自己。你刚刚看到那个画面，花子啊，在欢迎你。这是一个，我感觉他不是一个人了，已经。他是个鬼吧？哇，他的眼睛一直是眼睛啊，就是那种死鱼眼，应该是一个女鬼啊，感觉。这个泳池附近有什么东西没有？哦，我能控制我这个光。What the fuck?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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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uck? 这他妈是什么东西？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照死你！照死你！哦，右键。可以给他消毒，消消毒。他有血量吗？好像就这么照死了。消毒计划，消毒。哇，等一下，他是不死的，他是无敌的。我的妈呀，救我！我虽然掌握了他的弱点，但是我杀不死。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件事。我这次啊，基本掌握了这个 boss 的一些行为准则了啊。我先来这个地方，女子更衣室啊。之前这个地方没有过去啊，就被这个 boss 杀死了。我先去捡几个东西。这是刚捡了一个电池，
这里什么？一把钥匙，发电室的啊，发电室房间的一把钥匙。反正我现在啊，就非常坦然的啊，去面对这个 boss。我感觉我不怕了啊，真的。我现在已经知道我的一个攻击方式了啊，妥妥的可以限制他。怎么样，舒不舒服？舒服吧？舒服就对了。然后我先就这么跟他绕呗。不是，话说出去的门在哪里啊？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好，对了，他不能动。然后我要再往这边走一走，看一看，走一走，逛一逛，转一转。这儿好像又得到了一个钥匙啊，不是电池。这里是一个钥匙，现在有两把钥匙，但是那个 boss 好像已经消失了，勉强应对过去了。我要用这个钥匙，反正是要去一个。我等一下，哪里哪里？哎哎，走你走你走你，怎么样？快点跑，快点跑！我得到了一个，刚刚好像是一个班级的一个钥匙，还有一个发电室的一个钥匙。先这么耗着。好像这个也要用这个用电量的。哇，他这个不死就有点恶心我。哇哇哇，又来又来，差不多得了啊。OK， 暂时先拖住他了，但是我要去就是发电室或者是某个班级。这个啊，打开了。啥玩意儿这么曝光，我完全看不到啊。捡到个小梯子啊，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小板凳呢。这个小梯子肯定是用于攀爬到某个地方，然后借助这个高度然后去够一个东西。总之啊，我先这么先探出去了。哎，放到这里啊，就是出门就是，然后我走上去吧。这里有一个，这什么钥匙啊？抽水式钥匙。这个梯子还能再捡回来吗？啊，捡不回来了。然后我再去这样摸索摸索。一杠一，不是那个 boss 就不出来了吗？已经不打算出来了吗？就这么应对过去了是吧？不对，我这个不能跑了啊！我感觉一旦有这个 boss 之后，我这个动静就不能再大了。感觉这个我这个主人公好像穿了一双高跟鞋啊，真的是声音有点太大了。又来了又来了，哇哇哇哇哇哇哇，烧死你烧死你烧死你，消毒消毒消毒。哇，这家伙，喂，快点跑。一杠二，我先进这个一杠二看看，能不能来几块电池啊？啊，又是一个抽水式钥匙币啊！但我现在稀缺电池这个东西。美术室，美术室好像也有东西，一个雕像，我选择敲掉。这个雕像有啥用啊？哇，砸碎了。哦，音乐教室的一个把钥匙，我现在可以打开音乐教室的门了。这是啥？我要到音乐教室去看一看。音乐室啊，在这里，挺近的。哪个室啊？这个钥匙它不会给我切换一下名字吗？啊，好像是这个。这个游戏啊，首先我觉得钥匙这一点，它应该就是切换到每个物品的时候，它应该出现一个对应的名字。他这一点啊，就是有点疏漏了。然后那什么光盘，
而且我就没发现这个，它有个蓝色光点式那种标记，点进去之后啊，它竟然是切换一个视角，并不能带来一些直接的一个线索，又得到这个抽水式钥匙 C 了，所以说，这个抽水式钥匙大概是集全了吧 ，A、B、C 嘛，红、黄、蓝、绿，红、黄、蓝，难道还有绿吗？哦，从这个音乐教室可以直接穿到这个抽水室啊，这不有个抽水泵吧？抽水泵还是发电室啊？可以直接这样打开。我明白了啊，就是这个地方我下不去，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水，有水我为什么下不去呢？啊，那我不知道了。但是我需要做的就是我要前往那种抽水泵房。然后开动那个抽水泵，然后把这里的水池里的水啊，然后给抽干净，我就可以下去了。哦，明白，明白这个思路了。其实这个位置还挺好找的，只需要跟着这个水管，大概就可以找到。我找找找，这个已经打开了。哇哇哇！不对。虽然 boss 在这里啊，但我还是必须要过去的，所以说我不怕，我不怕呀。你觉得我还会怕你吗？啊，这么多磨难过来，我还会怕你吗？而且我已经完全掌握了你的所谓的啊，就是门道了。打开，不是这个，这个就打开了。那我还有一个 A 呀，是吧？这个红色应该是 A， 这个 A 在。A 在哪里呢？哦，这好像是 A，A 就打开了。所以 A、B、C 啊，已经全部打开了，再加上美术室还是音乐室那个抽水泵，所以说四个抽水泵室都打开了。我现在就前往这个浴池啊，不是浴池了，就是那游泳馆再去看一下。是不是还要去发电室啊？就是没有电，对不对？肯定是有一个发电室之类的电器室。对，这个打开拉闸。现在呢？现在是拉不拉的呀 ？What the fuck！ 原来这个水泵室它有闸门的，直接在水泵室就可以拉了。来了啊，先跟他对一下。我现在已经完全不怕这家伙了，就完全掌握他啊，完全掌握这个光源的一个作用。再拉一下这个，哦，在这里。我再去这个游泳池去看一下去。哎，确实好像就抽干了，已经抽干了。我从这里下吧，大概，反正已经下去，捡到一个电池。这么多电池我都捡不过来了。不是下来之后呢？哦，这是什么东西？这不是灭火器啊？这个消不消耗某种东西啊？哦，我的 fuck！What the fuck？ 然后用这个，这也没什么火呀。这叫什么？哎，好像有动静，好像有动静。哇，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加梯子？好，我上去。这怎么有个时钟啊？这怎么有个时钟啊？先不管啊，先不管那么多，先出去，先出去。
我现在得到一个蜡烛，然后一个这玩意儿，好像是个哦，发电室 ，I know it， 应该是装了这上面。这就对了，拉开。哇，对了，这个卷帘门就这样拉上去了。我现在可以前往，我现在在三楼的话，应该是前往二楼或者是四楼，应该是没有四楼，那我就前往二楼。这是一个文艺演出的一个场所。前面那个人是花子吗？在这隐隐约约的前面在这坐着。哇，蜘蛛，饲养蜘蛛。这个拉完之后，我是不是要前往这个二楼去了？这个地方我是熟悉的，这里已经开了，但是我要再前往这里去看一下。我说实话啊，这个地方前面其实是一个保存点，但是好巧不巧啊，我已经保存过了。但是更好巧不巧的是，这个游戏它需要一个类似令牌一样的东西才可以保存，所以说我已经用掉了，所以说我现在保存不了。大家知道吧，我每次死掉之后，我都要重新读档到我使用令牌的时候，也就是说非常早的时候，所以说非常痛苦啊，非常痛苦，一路走来非常痛。不是，我刚刚以为我在三楼，现在我其实在一楼，我要往二楼去。我等一下，我抖放，有没有圣光室啊？我需要圣光室。I need fucking 圣光室啊！这他妈是啥？职员室。不对，我听到声音了，我听到声音了。我大概明白这个家伙是什么东西了。这个家伙他妈就是一个 boss 啊，就像一楼 boss 一样，就是提前让你见识一下。哇，我要先来这个职员室啊，来看一下。我要先来这个职员室看一下，肯定是有东西的。哇，这电话不能响起来吧？哪里？哇，这个声音简直就是死亡之声啊！这里，但是挂了，我点它一下，它就挂了。我现在反正得到一把钥匙了。反正也是类似这个，跟这个科室一样的钥匙啊。等一下，他又来了，他又带着杀气来了。我现在老实说啊，我现在我有个想法，我有个什么想法呢？我要去，等一下，好快呀！他这个频率相比一楼快了许多。好啊，来到这里先。这里是哪里？三楼，先上三楼。哇，我现在缺电池啊，哥哥姐姐们，给我个电池吧。先给关个门啊，先来到三楼看一下。我先搜刮一下有没有电池之类的东西。这什么电？这什么钥匙？这个曝光太强了，看不太清楚啊。一本 SM 书，一个鞋子。我这个鞋子是不是要，就是谁缺了双鞋，我要给他。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我不是贪生怕死，我是没有工具，我现在就是需要电池。我现在唯一想法就是回到一楼啊，回到一楼去看一下能不能刷一波电池过来。三楼的话，我估计那个蜘蛛怪上不来吧，毕竟这是三楼。每个怪啊，有每个怪的一个管辖范围，他已经阈值了啊。他如果来三楼的话，他的 boss 啊，他的上头啊，肯定不会允许他这么做的。哇，等一下 ，What the f- you black no problem no stupid。现在我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小白鞋啊，放回到他原来啊该放的一个地方去。
感觉好像是放在这里。哎，这里它有个血迹啊，得到一个图书馆的钥匙。这个图书馆应该不在这个楼层了啊，我这个楼层已经逛遍了，要么在二层啊，要么在三层。我现在就返回到二层或三层，先去打开这些钥匙，看一下这些钥。我的妈！他怎么？他能冷静一下吗？啊！他不冷静的，这家伙竟然一点都不冷静，而且他打完我一下他就跑了，他竟然不是那种追击型。我三层，你追不追？看来三层他也追，我就索性边跑就边……啊，等一下，你还以为我真对付不了你了是吧？哎，图书室啊，应该就是这个绿色的，打开。这啥东西啊？又是一个相册。这是个啥？马桶栓子，肯定是要疏通一个马桶啊，或者什么地方。这里还有个钥匙，这好像是医务室钥匙。这里有诊务室吗？这里有医务室吗？医务室。我既然得到一个马桶栓子，它必有它的用武之地。保健室是不是就是这个医务室啊？不是这个啊，蓝色的。哎，不是啊，这个呢？哦，是。保健室怎么也得给几发药吧？啊，不能网友你虚名吧？哇，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啊！太干净了吧，这医务室也太干净了。哎，有东西。哦，有药了。这个啊，再来上。两个药还是舒服的。理科室。哎，这个是打开理科室的啊，这个蓝色钥匙。这里，哇！我总听见一个跑声啊！我总听见一个奔跑的声音，真的是太瘆人了。这啥？哦，大概是用这个。好，把这个水给清空了。哇，这个人是有多有洁癖啊！有水他就拿不了东西。拿到一个好像是杀虫剂。杀虫剂哦，要杀那个蜘蛛了，用这个杀虫剂去杀蜘蛛，就像第一个 boss 啊，用那个喷火剂去喷那个 boss 一样。这次是改用这个杀虫剂了，就是那个。哇，我得到一个。储存令牌，我有了这个储存令牌之后，必须要去储存一番。感觉啊，这次有点无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储存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来到这个地方，然后 yes 啊，就这个令牌就用掉了。然后就是你如果再死掉之后，就是独挡这一次，用掉就用掉了，它不会让你再去储存的。然后大概是使用这个杀虫剂去二楼去杀他吧。这个女厕所怎么会有人呢？哇，这谁啊？应该是在这里啊，去跟他进行战斗吧。这个，那得用这个杀虫剂了吗？哦，这样就直接喷开了。What the fuck？ 这什么机制啊？整个一堵墙给直接喷掉了，这咋？
需要光源啊。它这个地方应该是需要光，然后这样滋儿射过去，然后应该是啊，我懂了。哎，这个门怎么降下来了？我感觉啊，是利用这里的机关去杀一个这个 boss 啊，大概是。哦，这样就进入啊，这好像类似一个体育场。我先看这里，这里逃生通道竟然打不开。很大很大，需要搜索一下。我应该没有那个钥匙。怎么又突然多起了一堆？哎，等一下，这个，这是啥操作？这是？哎，难道我也要照一下吗？没有东西，哎，这个有个钥匙啊，得到那个钥匙。外面好像有个东西在这里蹿涌起来，哇，一个巨型蜘蛛，这就是这一关的 BOSS 吗？男子更衣室。但是啊，这家伙是进不来的，他体型过于庞大，他应该不会像那种卡那种 bug 吧，就那种。卡墙卡进来应该是不会的，这个游戏还是应该带有那种理性色彩的。得到一个电灯泡，我知道安在哪里，不是，我得到这个钥匙啊，有个梯子了，所以说，哎，这是什么东西？电池啊，用这个梯子再爬上去，梯子，好，走你，不仓怎么使用不了？等一下，我上来了。我先磕个药。然后这个灯泡我知道，它一定是安在这个地方。走你。然后呢？没有效果吗？应该是有效果的呀。就这么照死它呀，应该是。好，你又发射你的毒瘤过来了。它有两个灯泡吗？不应该吧。哎，打开，等一下，让我进。OK， 进来。后退步。这个地方应该是绝逼是有东西的。我要灯泡啊！哎，在这里，又是一枚电池啊，又是一枚灯泡，找到了。我现在只需要。上去就可以了吧？上来了，走你！哇，好疼！我现在已经被打得不知所措，已经两个了。这个软啊，其实可以这样啊，被灯直接给照下去的。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这个灯泡啊？啥玩意儿没有？先躲起来啊！听到声音我就躲起来。好，又解体一个。来，加把劲！再来，这里。太疼了。好，又掉下去一个，砸碎。先在这躲一会儿。虫卵破坏者。哎，有一个灯泡，这啥？电池，电池。啊，走你！哇，走你！横向漂移战术，好，走你下去，哇，两个，这个来回绝对是有，哇，太疼了。
下下下 ，OK， 四个，四个里绝对要出一个了吧？电池，灯泡，无敌了，我无敌了，这家伙要死，这家伙要死，哇！我怎么又被咬了一口啊？但是那种小蜘蛛的伤害肯定是更高的，安上，死了可就，给我死吧，死掉了，死掉了。灰飞烟灭了，哇哦，效果真好啊！然后呢，他会不会给我什么东西呢？好像落下去什么东西啊，我过去看看去。哎，是不是他死掉就没有那种小蜘蛛？哇，他怎么还有小蜘蛛啊？他死掉为什么还有小蜘蛛？群龙都无手了呀！你说我已经把 boss 杀死了，如果这时候我被小蜘蛛咬一口死掉，哇，那太炸了！我先看一下。它落下来是啥东西？我又看到小蜘蛛了啊！以防万一，先杀一下。滚！好，这啥？蜡烛啊！对对对，每个我操！等一下，你以为我就这样怕了是不是？你以为我会没电了对不对？其实我已经拿准了这附近有电池，所以我才会这么肆意妄然的使用这个电。哇！我是一个 terrible 的人，我做了什么？艾瑞已经陷入危险了。我从第一年就嫉妒这个艾瑞是吧？他一直是人们心中的 C 位，和任何人都谈得来。但是我呢，只不过就是一个尬逼啊，在这里尴尬的在这里坐着，没法跟别人。就混得来呗。当我们召唤这个花子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这个艾瑞吧。哦，这就是为什么花子会出现在这里。我很抱歉，我真该死。难道你要以死谢罪吗？全是你的错。对，我估计啊，下一步要去那个危机室了，因为我刚刚得到的其实是一把，就这个钥匙啊，这个黑色的钥匙是一个电脑室钥匙啊，应该就是危机室。哇哦，这是谁？这不是游泳馆那个女鬼吗？哦，你搞定了那些东西，已经除掉了他们。害虫啊，只不过就是害虫；杂碎啊，只不过就是杂碎，啊，没啥了。但是，徘徊者仍然在四周，要小心。这次啊，这次一定要在他抓住你之前，你要抓住他。他只有在肉眼看得见的地方才能看到我啊，就是我。就这样，